大叔的功夫梦的动作指导，以前一直从事的武行的职业，我的梦想是有一天能够在动作设计上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，能够拍出像成龙大哥、李连杰老师这样有独特体系的动作风格电影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俩大叔功夫梦，很多网友都私信说功夫他们知道，梦是什么？师弟，你的梦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是通过自媒体平台，让大家更了解、更喜欢我们的中国武术，并传播我们的中华国粹，这就是我的梦想。